好，咱们在先这边就合个影，拍个照了。对。把口罩取下来，照个正面吗？帽子、口罩，照个全的。口罩取下漂亮啊！对呀、啊，这样才漂亮。嗯，好，站长。一二三。蓝天。那边。你美啊！专业摄影师，需要提示哦。关心在前面。我第一批就能已经爬到了。今天那个玉树那个镇死亡的啊这个尸体会运送到这边布达拉宫来，不是那个啊，另外一个寺庙，不是布达拉宫，因为那个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16岁的那个有一个高僧嘛。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有100了。没有，最早不得了。这么厉害还去打？后来就第13是长了喇嘛那年代什么的，后来就是就是有里面安全，这是非常的关键。还有咱们在布达拉宫院子，包括布达拉宫的以上有2000个房子，啊，上面有一个叫布达拉宫正门，我们排队要进去了。好看，来，去呀去呀，照相喽！人家没有来，我们快点快点，来！你看人家来了，我们就要占时间。来，把他摄影下来，包括把他摄影的人照下来，他的动作很美，照，做标准。看，放大看比较清楚了。出门要4个的。那我们藏地因藏地呢有几种的，一个是我们在那个。纸的、硬币的等等那些，因为当年时候这边藏币印刷厂那个是我们现在那个人民币一样，里面有些地方有一透明的等等的，藏币里面有那个，当年这是最早的那个藏币印刷厂。刚刚有没有照到那个头？有没有照到那个头？好，咱们这边有几个呢？好。这个非常时代，这个。咱们在这边有一个碑，这个碑叫呢乌子碑。这个碑叫乌子碑，因为这个碑呢，它当年是呢50倒了了嘛，阿旺路上徒天加措，他在这个修建这个布达拉宫过程中间呢，他自己有那个身体的一个原因，他也要圆寂时候呢，他交给自己的，一下来就是布达拉宫就管。哦，国光普照哎。好，咱们再从这边。好，我们上来是吧？我就讲过那个啊，我从这里可以上来是我就讲过那个藏币印刷厂都讲过是吧？对，还有那个什么呢？金科角，最好不能休息，更累，一起来就更累。站着不要坐着就站着休息，坐着休息就一起来就更累。
咱们再从这边。哇，好帅啊！哎，不要的我，不要的九零，耶，台湾 ，Yes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台湾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真的是，哎，这个照相机的照，相机照，不能落下，不能落下这个奇迹，让那个照相机的照可以留下来。啊，我怎么办？我又不是当地人。好。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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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上来了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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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，靠边一上来。好，咱们在这边有一个绿度母，绿度母它颜色是后来就染上去的啊。本身这个绿度母呢，本身是这株石头上面就自然形成的。原来在它在那个方向，大概是那个位置上面。我们在那个上面这个，就这个大概就这个位置吗？大概是就这个位置上面。没错，这个位置啊，底下就它是那自然形成就出现了。哦，我们在那边供了，那边供了以后，我们叫人力，朝拜人也好，旅客也好，就踩上去。啊，抬上去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肯定有罪了，是吧？从那边请过来就供给在这边了，在这边，这个是那个自然形成的啊。颜色也是啊。这颜色是后来就人类就那画上去的，它本身石头上面就自然形成就出现来了那个穿衣的一个形状啊。它在那个刚刚我讲的那个地方，在那边那个方向。